尊敬的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我们这边呢，可能待会会停电啊，所以我们先一起念佛啊。它停电5分钟就过了啊，我们再正式开始来一起学习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啊，蜜头佛啊，蜜头佛啊，蜜头佛啊，蜜头。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头佛阿弥头佛阿弥头佛阿弥头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八大誓愿第六。诸位法师，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翻到讲记呀，237页啊。上一次我们讲到啊，数现佛刹愿啊，这个刚刚是啊，本来是9点要停电啊，怕说讲到一半了。停了电啊，所以我们刚好一起念佛啊，念一念呢，说不用停电了啊，所以我们就随顺因缘啊，想到比较适当的方法应对就好啊，我们也要习惯世间无常
国土为脆。随时准备好往生啊，面对无常啊，就不会手忙脚乱。我们看师长老人家下一段讲到，有许多同修向往弥勒净土因为弥勒菩萨是下一尊佛。这个大家要注意哈，下一尊呢，什么时候来呢？5亿7千6百万年之后来。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呢，还有9000年。所以现在有很多邪教，他说弥勒菩萨已经成佛了，这个跟佛经不相应的，不相同的。这个都是错误的说法大家要会有判断能力释迦牟尼佛已经灭度了，将来弥勒菩萨要到我们这个世间呢，来示现成佛就有很多人希望弥勒菩萨将来成佛的时候做他的大弟子，向释迦牟尼佛、慧中、舍利佛、目犍连一样，不少人呢有这种愿望，因此他们呢一心一意求生弥勒净土，而忽略了西方净土。这个弥勒净土容不容易往生？我们发愿的非常好因为这是利众之心但是利众不能凭激动还是要理智对待悲智双运要有智慧判断。我要去帮别人我得掂量掂量自己现在的状况。所以格言别录这是弘一大师拣选格言联璧的精华里面就提到我们做好事要度德量力。这个是自己的部分，要考虑清楚。俗话也提醒我们了，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祖师也都有譬喻我们今天要救人要帮助众生出轮回，就好像今天有人溺毙了，不是淹水了，溺水了，你要下去救他，得要自己会游泳自己不会游泳，跳下去了，那白白送一条命了。度德量力是理智的，不能打肿脸了，充胖子了。还要省事，还要顺势而为而且现在呢？都要靠团队协作所以要择人要选择志同道合的道友而且在组织当中要用对人才能把组织经营好。人存正举人亡正息，故为政在人。我们常常念三皈依自皈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得有真正修行的人，做事不会随顺自己烦恼习气的人来领众
共同修六合敬，才能和合。哎，今天道场是非不断呢，这个不能攀这个缘，我们自己很可能就卷进去是非里面不攀缘，在家里呀，现在听经闻法方便，老和尚播经机，或者上网，都能完整听老和尚讲经。哦，不能攀缘就像刘树云老师啊是榜样啊，在家里一天听10个小时经，你看后来成就了，可以利益多少众生呢？尤其红斑性狼疮念好了，给大众啊。念佛的信心，所以佛门说不要攀缘是非之地呀，我们懂得远离，所以都要对于自身跟环境能判断清楚。理智去应对，不能是冲动的。学佛是觉悟，学理智，不感情用事，不意气用事。好，那一心一意啊，求生弥勒净土，对于西方净土忽略了。这个弥勒净土啊，容不容易往生？相当不容易。我们从客观的数字来看呢，大家思维一下，我们佛门往生弥勒净土的人有多少？不是太多那往生西方净土的呢？这个不好说了这个光净土圣贤录啊就不少了，所以从数字就可以判断出来，极乐净土啊容易到达，所以师长这里说了，要想往生呢，弥勒净土啊，必须修定，经上讲啊。要修唯心是定因为弥勒菩萨是唯识专家他是法相唯识中的始祖。唯心是定啊，要修五重唯识观就是这个定啊，有5个层次，由浅而深你能修成了，才有。资格往生兜率内院如果修不成呢，就去不了这里举一个公案来说明从前狮子觉菩萨无著天青是非常好的同参道友都是修弥勒净土的。3个人呢，有一个约定，哪一个人先往生呢？生到那边去，回来报个信。这个狮子觉先生先往生了，去了很多年，音讯都没有，没回来报讯。以后啊，天青菩萨往生，结果过了3年呢，回来给无著菩萨报个讯，他升到弥勒内院，这个无著菩萨就问他了，你怎么去了3年才回来报讯呢？
怎么这么久啊？他说天上的时间长啊，这个弥勒，这个是欲界第四天啊，一天是我们的400年了，哦，所以。这个天上时间长啊，这个我不过到弥勒菩萨面前打个转就回来了，哪里晓得这个世间就3年了？啊，问候一下就转个弯就回来了，3年过去了啊，啊，在他那里才几分钟而已啊，很快就回来报讯了。啊，结果这个无著菩萨就问了：“狮子觉到哪里去了？”哎，天青菩萨说：“啊，他升到兜率天了，在外院遇到许多天女啊，他已经被迷了，没到内院去啊，在外院享乐了。”啊，这个孔子又提醒我们了：饮食男女啊。人之大欲存焉呢？啊，那个财色名食睡，地狱五条根呢？这个食啊，啊色欲啊，啊这个没有断掉啊！啊，你看在天上的天女啊，哦，那比世间的美女啊，那不知道漂亮多少倍啊！哦，好像又有佛的另外一个弟子啊，这也是佛门的公案啊。他修行了，出家了，啊，常常会想到他很漂亮的太太，啊，结果这个佛啊，就把他带到天上去了，啊，结果他一看到天女啊，哇，很高兴啊。啊，佛就问他了：“你的太太跟这个天女比起来怎么样啊？”他说：“那我的太太就像猴子一样，不能比啊。”后来呢，又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啊，那个地方呢，有一个锅子很大啊，底下在煮火啊。啊，这个弟子问佛陀了。哇，这个要煮很久啊，这个水才能滚沸起来了啊！啊，佛说啊，现在啊，这个炉子啊，就在等呢，等你啊，这个修行之后升了天啊，天福享尽了呢，就掉在这个炉子里了啊，这个沸水是为你准备的哦。啊啊，所以轮回路险呢，哪怕到天上去了，你欲没有断掉啊，会堕落下来的。哦，所以诸位想想看呢，以狮子诀的修行功夫啊，从外院到内院呢，在外院就堕落，可见不容易啊。啊，没有往生净土稳当啊。啊，往生净土，阿弥陀佛亲自来接啊，稳当啊！啊，去了之后没有退园的，啊，国无女人呢，啊，皆作阿惟越智菩萨了，稳当啊！所以这个公案啊，就是说啊，你有没有能力经得起诱惑？啊、哦，我们人间的美女啊，不算美啊，天女啊，可了不得了啊！你有能力不受迷惑吗？一受迷惑，又搞三途六道啊，这多可怕啊！啊、哦哦，我们说，人要有自知之明啊。这个自知不容易哦，
啊，修行要打破自欺一关呢。相信大家都读过一篇教诲，于静义工欲造神迹啊，承德个人感受啊，这一篇教诲呢，教导我们如何打破自欺这一关。哦，因为这个灶神爷点化他，意恶太重，自己的念头专务虚名，哎，这个修行还装样子给人家看呢，好名啊，哦，而且满纸怨尤给上天抱怨呢，代表内心里啊怨天尤人。的心很重了，我们还有埋怨他人的心呢，不信因果了，哎，那个人找我不找别人啊，那是冤有头债有主啊，应该是甘愿去还债呀，深信因果啊。啊，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啊，所以一个人，一个修行人，是不是甘愿还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啊！啊，还债是天经地义的事啊！啊，我们是不是甘愿还债呢？啊，我们每天早上啊，起床照镜子就看得出来了。哦，看看自己的面相里面，还有没有不甘心在里面？随缘顺受为忍辱啊，随当前的缘呢，逆来顺受这个修忍辱把债还掉了，无债一身轻所以这个世间没有坏事啊。这个好坏是自己的心念产生的，净缘无好丑那还债怎么是坏事呢？赶快还一还，就到极乐世界去了。所以点出了这个于先生的问题，很可能也是我们每一个修行人存在的问题。身口意意是根本，要在这里下功夫提醒他，这个上帝派使者来看了你3年了，看不到一件善事只察觉你的贪念、淫念、嫉妒念、贬极念。这心胸太小，不能容忍。高己卑人念，傲慢，常常觉得自己高别人低这个高己卑人呢，常常就看到人家有错这大道理就要给人家说一通这个要关照到自己有慢的，体恤不到了，可能他最近遇到一些事，很沮丧心情不好我们慢心一起就体恤不到人家的心了，忆往昔来念，这个就是有未来的烦恼，过去的烦恼，忆往就是过去不甘心了。还一直放心上绕忆其来就是对未来的担忧了，或者希求未来，能不能怎么样这个有希求心就留恋世间了，所以《无量寿经》提醒我们，无这个。要放下这个希求，不希求想
舍离这些执着啊，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唯愿之想。你有愿呢，有世间的愿求啊，你求不得，你就苦。孤诸苦皆从贪欲起，有贪求。我们的心能够，清净，用心如镜啊，近来不惧，随顺因缘，安住当下，随顺因缘。我又没有去攀缘，该来的缘来了，真诚慈悲去面对一切缘，进去呢，不留。镜子就是这样展现给我们看的啊，真心啊，像镜子一样的相仿佛的状态啊，因为有一个具体的东西呀，我们比较容易去感受还有恩仇报复念这个嗔心呢。还是充满胸中了，还觉得自己行了不少善呢，那这个就心出演意了，过恶未及了，这个过失像刺猬的刺一样那么多都看不到了，而这个灶神也还特别提醒了。哇！你们立文昌社，几个最重要的规条，你们都没做到啊，其他的就更不用谈比方说这个戒杀，每一次人家放生呢，从来不是你提的，都是别人发起而且呢，你家里呀，厨房里面还绑着螃蟹啦。所以这个鱼，就把他这些情况都揪出来了，然后你看戒女色啊，你虽然没有实质上犯了，只是没有缘而已啊，你看你平常看到比较漂亮的女子，这个心就动得很厉害了，你能够像鲁男子这样吗？后面加了一句：“无谁欺欺天乎啊！”你还要骗老天呢啊！所以我们比方说这个男同修们看到比较漂亮的女子，心跳加速啊！这个就世间。就过不了关了，我就不要说天上的美女了。所以这个时候不要看了赶快眼睛垂下来念阿弥陀佛不要落这些种子了。我们现在要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才稳得住啊。所以这个要有自知之明在这些境缘要清楚自己的状态。西方极乐世界殊胜，到底殊胜在哪里？只要仔细去想想，你就会明了。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既然就是生一切诸佛刹土一生一切生这个在前面就有讲到了，包含这个宝树都现一切佛刹因为有神足通于一念顷可以遍游十方佛国那等于是生一切诸佛刹土了，那难道弥勒？
菩萨的都率内院，还除外吗？当然也在其中啊。哦，所以何况这一部经后半部是弥勒菩萨当机呀，啊，前面是阿难尊者当机呀，后面是弥勒菩萨，啊，因为这一部经这个十方诸佛同赞的经典啊，千经万论共此，所以弥勒菩萨来也主要要，弥勒菩萨成佛之后，也主要介绍这个法门啊，哦，所以后半部啊，弥勒菩萨当机了，所以弥勒与西方净土的关系，从这一部经上啊，我们可以清楚明白的看出来了。哦，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说法，弥勒菩萨天天去听讲啊，从来不缺席的。你要是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看到弥勒菩萨跟你坐在一排，啊，大家现在脑海里有浮现这个影像没有？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你就跟弥勒菩萨说了，下课后啊，我到你那里去玩玩吧，啊，这个玩是游戏神通啊，哎。啊，弥勒菩萨一定很欢迎啊，就带你去兜率内院参观游览。啊，你跟他是同学啊，同学关系啊。如果你求生兜率内院呢，你是他的学生呢，啊，他是你的老师，哇，你看他的辈分呢，高你一辈。啊，所以要想见弥勒菩萨，亲近弥勒佛啊，要想参访弥勒内院呢，有进入你们晓不晓得啊？进入就是念阿弥陀佛啊，不只是进入啊，还很安全呢，还不会走岔了啊。这个狮子觉菩萨，你看他就走岔掉了。啊，念阿弥陀佛，往生极乐世界，这是净路，不必修唯心是定。哦，那很麻烦，不太容易修成功。就是修成了，要是通过外院，如果像狮子觉啊，那样就完了，哇，那这多可怕啊！哦，啊，诸位要把这个事实真相啊搞清楚。对于西方世界的殊胜庄严啊，要了解它殊胜在哪里呀？啊，庄严并不仅仅是依报正报的庄严啊。有能力遍供诸佛，有能力度一切众生呢，这才是真正的庄严。波比依正，显我自心呢。我们看这个正报，阿弥陀佛。啊，诸大菩萨，这个是正报显我自心呢，我们念《无量寿经》前面经文认识阿弥陀佛在因地修行做法藏比丘你看我们读那个经文。阿弥陀佛发愿，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
哎，这个是阿弥陀佛在发愿呢。请问我们在念的时候是什么状态啊？啊，那是阿弥陀佛的愿，跟我没关系。哦，那这个念经叫功课了啊，随文入观呢，真心去念呢，自己的心就跟阿弥陀佛的愿文相感应了。啊，往往念到纵使身处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哎，眼睛会泛点泪水。这是不是托彼依正，显我自性啊？哦，念到一切皆成佛，你看这个心量都跟着扩宽了。哦，那极乐世界的依报从哪里来呢？都是阿弥陀佛的真心所现的。哦，而到了那里的受用。遍供诸佛啊，修福啊！啊，你供养佛了，佛一定跟你说法，修慧呀、啊。我们要利益众生呢、啊，得要福慧增长，福慧双修你没有福啊！哎，建个道场没福报。啊，想让众生安定来学习，办不到啊。哦，这个佛门有说啊，修慧不修福，罗汉脱空钵啊。啊，修福不修慧，大象挂璎珞啊。哦，那个璎珞很贵喽，那他堕到畜生道去，没智慧啊，但是有福报啊。过璎珞了啊！我们呢，想想老和尚的福报啊！啊，你看，庇佑了多少净宗学人哦，而且老和尚的表法啊，命中没有福报，当不了官，寿命才45岁哦。哎，靠这一生修行啊，主要修什么？表演的最彻底的布施、忍辱，哎，跟《金刚经》啊强调的这两点非常相应啊。哦，啊，那老人家弘法啊，没有条件的啊，所有的法宝啊都是免费的啊，免费流通啊。啊，你看没有福报啊，哎，能够这一生修到财富自在，不需要的时候啊，不用带在身上叮叮当当的啊，需要的时候呢，要多少来多少，啊，这个是财富就自在了，啊，哎，那。老和尚表演给我们看了，啊，他老人家会不会表演完说：“对不起，你做不到。”哦，那这不是跟我们开玩笑吗？啊，肯效法，都能达到财富自在。哎，你自己去印证了啊，你的信心就更坚定了。好，啊，我自己呀。啊，开始学佛，啊，这个佛菩萨慈悲啊，啊，加持，啊，让我这个啊迷途的弟子回来啊，从事教学了啊，安排我去代课了啊，结果代课了2个月呀，觉得很有意义，啊，那代课2个月就有钱了啊，就。啊、哦，所以上补习班呐、啊，这些费用都有了，啊、哦，所以佛菩萨考虑的蛮周到的哈、啊。哦，后来开始教书了，哎，薪水不错啊，啊，我记得当初一开始教书啊，
哇，这个25年前每个月在人民币啊有1万左右这收入不错哎，那老和尚说要布施啊，我们有钱了就想，哎，那你可以布施啊，结果教了2年多的书这个银行账户啊，没有，差不多没超过2万人民币就是有机会就布施出去了。哎，这后来好像都不怎么缺钱了，哎，所以这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印证的啊。哦，而且忍辱很重要啊，你修行啊，要能保忍，你要保持它。你假如忍不住脾气了，哎，火烧功德林啊，这个修行又退回去了。当然福报还有了那功德烧掉了。好。哦，所以这个福慧双修啊，还是很重要。就像这个杜甫先生说的我读到这一句也是心向往之他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呢？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呢。”希望这些真心想学圣教的最近也见到一些小朋友那么小他就很欢喜学圣教这个善根比我厚多了。哎，看看呢，有没有福报能够多护念到这些孩子下一代比我们强国家民主才有希望总要青出于蓝胜于蓝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殊胜呢，有能力遍供诸佛，修福，又增长智慧，而且又有能力度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的庄严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如果存着一个享乐的心理哇，西方极乐世界太好了！七宝宫殿、琉璃世界、黄金为地，真是享乐有这样的心态不能往生。这样的心态是自私贪欲望，这个没有菩提心往生不了。要晓得西方世界是一所佛教大学，是十方诸佛菩萨共同办的学校不过是请阿弥陀佛当校长而已这个老和尚又做了一个我们很容易体会的比喻里面的主办人呢，董事会的成员。就是西方诸佛如来，哇，这个董事会很大，十方诸佛都进入董事会因为阿弥陀佛第17愿诸佛称赞愿，这个董事会也通通都是这个招生组的成员，一起帮忙招生的因为这里成佛快哪一尊佛不希望他的学生早点成佛？所以没有一尊佛不介绍一切众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到那个世界啊，你的道业才能在一生中圆满成就。啊，这句话我们能体会到了。啊，连普贤菩萨都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他的普贤行才圆满。啊，普贤行圆满才成佛啊。我既往生彼国已啊，现前成就此大愿呢，才圆满了他的普贤十愿呢。哦，所以比你自己在他方世界修学要稳当得多，要快速得多，道理在此啊。啊，我们修行啊。啊，要走稳当的路啊！啊，这条路是净中净又净啊！我们前面都讲到了，不止稳当啊，还快速，而且还圆顿，这个是不可思议的法修行要稳当啊，办事也要稳当啊！这个态度啊，要用在一切处啊！啊，这部经啊，念佛法门啊，乃是十方一切诸佛普遍为一切众生宣扬的经典。善导大师说的啊，如来所以心出世啊，为说弥陀本愿海啊。啊，这善导大师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哦。啊，普遍劝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啊，一向专念的法门。啊，我们果然能相信，能依教奉行啊，不仅是世尊的第一弟子啊，这是本经上所讲的啊，于我法中啊得名第一弟子，也是十方三世一切如来的第一弟子。这个事实真相啊，正是下莲居老居士所说的啊，万亿人中一二之啊。几个人晓得啊？你今天知道明白了，你才晓得自己是多么幸运能成为啊弥陀的第一弟子啊，能受到啊十方诸佛的护念、赞叹。万亿人中一二之，哇！我居然就是那一二之数啊！啊，所以呀、啊，要珍惜呀、啊，决定不能自暴自弃啊！要把握这一生最好的机缘啊！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决定成就圆满菩提，啊，这个决心我们自己要下啊，这一生就要办好成佛的大事啊，所作已办，不受后有，不受后有就不再轮回了啊，我们这个同修。啊，背景是西方三圣像啊，这个刚好跟承德一直观想的一样啊，所以这个啊也得到加持。哦，老和尚有说哈，要观的话要观固定一尊不要常常换来换去的啊。啊，我看到这西方三圣。
想起了我的往事啊，因为我记得啊，我当时候去代课2个月啊，深刻感觉教学很有意义啊，因为当时候去带7个小朋友，刚好呢在走廊上看到旁边。这个草地上啊，这个蚂蚁去世了我蹲下来把它们埋一埋啊，被3个小朋友看到了，这3小朋友说：“老师啊，你在干什么？”我说：“埋蚂蚁啊，入土为安呢。”这3个孩子的表情我现在还记得啊，点点头，好像听懂了，隔天呢。我在走廊上看到他们几个人蹲下来，不知道干什么。我就凑过去蹲下来问他们：“你们在干什么？”他们回头很认真跟我讲：“埋蚂蚁啊，入土为安啊！”当时我眼前一片光明我好像找到了我要努力的方向小孩子单纯的，很受教啊。当时候下山呢，没想过考上考不上的问题，反正我一定考上为止了。所以这个得失心啊，也不是很重了。那也很顺利啊。这个4个多月之后就考上了。这佛事门中啊，有求必应啊。只要你是为众生求了，不是为自己享乐求啊，感应不思议啊！我当时候这4个多月在补习班里读书读书也不能也这个很紧张这个身心放松啊，学习效果才好结果都要排队进去教室啊。也不知道今天会跟哪个同学坐，因为每天都坐不一样的位置，排队进了嘛。我拿了一叠，就是，这个阿弥陀佛像每一次坐下来，右边放一张，左边放一张，看看谁跟阿弥陀佛有缘了。结果有一次就有一个同学姓毛，我最近找他的电话没找着他大我7岁结果他一坐下来，还没开始上课，他就跟我说：“师兄啊，你待会下课有没有空啊？”我一听叫师兄这个不答应也不行点点头结果一下课他就把，哇，他这个算是30多年的人生过程给我讲了，哇，真是人生很苦我等于很少见到这么苦的人。他问我怎么办呢？我当时候也不知道给谁借的胆我很慎重的跟他讲：“你业障太重了，你从今天开始啊，要念1万声佛号。”我这个建议完，我还有点忐忑给人家开这么高结果他善根够厚的了，从那一天开始就念1万声了。可能是人跟人过去的缘吧。第一次见面他就听我的了，后来他业也消掉很多也顺利当上老师了。不过晚我1年，所以这个佛事门中真的是有求必应那我们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呢，
又遇到老和尚的教诲，啊，把这个净土法门给我们讲的这么圆满，啊，尤其这一部汇集本讲的这么透彻我们可不能跟自己稀有难逢的因缘过不去啊，别给自己找麻烦。随缘消旧业啊，随缘敦伦敬分，贤邪存诚呢？刚刚可能讲得太激动了，去把录音笔按到了。好，刚刚还劝别人不要太激动啊，要度得量力自己还激动，不小心把录音笔给按了。好，这个夏莲老啊，他很珍惜这个法门。他遇到这个法门呢，高兴了好几天。说到啊，我终于可以出去了，可以出这个六道轮回了。然后就把他的书房啊，叫做欢喜斋。哎呀，我能遇到这个法门呢，太欢喜了。承德自己的感受啊，就是此生无憾了，已经赚翻了，已经知足了，就常乐了。对世间一切人事物啊，一无所求了。哎呀，我已经太幸运了那这里提到啊，不能自暴自弃要把握这一生呢、最好的机缘，决定成就圆满菩提不止自己成就啊，老和尚说的，多带一些人回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跟《无量寿经》呢相应哦。你看老和尚的教诲都没有离开经典了，你看叫我们扎三根，也没有离开《观无量寿经》呢，净业三福啊，以这个为标准指导我们的。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落实在《弟子规》；慈心不杀，落实在《太上感应篇》；昆虫草木，犹不可伤啊。修十善业，落实在十善业道经。那《无量寿经》第47品末后说了，如是妙法，信听闻了。你看，我们很幸运了信听闻了，因常念佛而生喜呀！哎呀，有这一句万德洪名可以念的，心满意足了。而且还要受持广度生死流啊，跟我们有缘的亲戚朋友、有缘大众啊，我们要尽力帮助他们，这一生也念佛求生净土我们要为人演说自己要演得好人家看得有信心这个真的。在末法当中啊，树榜样啊，比什么都重要啊！念佛人要有念佛人的榜样让人看了就欢喜
啊，我印象很深刻啊。有一次到台中联社，啊，林宜宾南老师的纪念馆，啊，去学习呀、啊。哎，我在那礼拜李老啊，哎，感觉后面有人，啊，回头一看呢、啊，一个90多岁的老太太，啊，是李炳南老师的学生呢、啊，啊，可能他的孩子、啊、移民美国了。啊，所以他是从美国啊，哎，回到台湾，啊，那到了李老纪念馆，啊，我一看到他，哇，那个脸色啊，苹果色啊，脸色非常好啊，我看得很震惊啊，哇，你说念佛人都像他这个相貌啊，啊，我看一般的人看了都生欢喜呀、啊，哦呦，90多岁的。精神面貌这么好，说到这里我就惭愧了啊，50多岁根本比不上他，啊，不过不能沮丧，什么时候都要 positive 啊，不能 negative 啊，要正向思考啊，阿弥陀佛是无量光啊，光表，光明面啊，看什么事情都不看阴暗啊。都没有消极的心态，要积极面对，啊，所以这个念佛人要有榜样啊，那道场也要有榜样啊，道场不用大，哎，大家见和同解呀，都是法喜充满了，啊，那个新进来的有缘同修啊。他一进来就能感觉得到，啊，他就生信心了，啊，这个就是同理大众啊，一切无碍了，哇，这样的道场啊，我见过啊，不大，一团和气，啊，办什么事情啊，哎，大家互相补位，不分彼此。啊，承德看了也是，很随喜好，好，这个最近啊，接触了比较多位胎教的孩子。哦，所以这个做胎教的孩子，包含他的母亲啊，这个都是榜样啊。你看他们出外啊，到公园里面去，都有人会主动来问，哎，你的孩子怎么教的？现在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啊，尤其是教育的问题。哎，看到这些孩子这么乖，大众看了生欢喜，就主动请教了，叫为人演说啊，演得好，说的机会就会出现了。哦，而且呢，我们古人的智慧啊，就是防微杜渐。静于未发，就像治病一样，叫他扁鹊三兄弟，啊，这个魏文侯问了哪个，啊，你哪个兄弟医术最高？他说我大哥最高，这个还没有病的时候啊，他就把他调理掉了，这个医术最高，所以教育的智慧最高什么？不让他起习气，所以重视胎教出圣人呢、啊。这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啊，有教导到了这个机缘不可失啊，所以诸位各地啊，大家假如有对外教学呀、啊，啊，我看现在呀、啊、都要办
胎教班，哦，请转法轮啊，请佛住世啊，大家看当地有没有这么用心的母亲啊，家庭要转法轮啊，普贤行哦，要用在我们当下哦，啊，哪个地方有请转法轮呢？啊，现在比古代啊。有福报啊！啊，古代呢？啊，那个地方讲完就完了，其他地方的人听不到。现在可以录像啊，可以录音了，啊，各地啊都能听得到。那掌握这个机缘呢？圆满菩提呀、啊，而且呢，这个决定成就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发菩提心就是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啊，藕益大师说的，真信切愿呢。求生净土啊，就是菩提心呢。啊，往生与否啊，在信愿之有无啊。啊，这一生中，我什么都不要，就要西方极乐世界，什么都不求啊，只求见阿弥陀佛。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了啊。诸位同修啊，我们现在。针对这一段话啊，我们来反观一下。哎，我什么都不要。我们现在有没有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求。我们还有想要，还有想求啊，就是留恋娑婆。啊，那真的，我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求了。哦，那有一点可以检查，你最近有没有心情不好？啊，假如有啊，一定还有要的，一定还有求的。哎，这个要观心为要啊，关照得到啊。好，你说我求可以跟个好老师啊，也是求啊，你可以发这个愿呐、啊，但是你不能一直放在心中啊。啊，你说我求一个好的团体，依众靠众啊，这心可以发，不能一直常常放心上，那就变成一种贪求。你一发，佛菩萨都知道，而且说实在的。我们要跟一个善知识真正学得到啊，你是要用清净心去学呀、啊，你可不能是情执去学呀、啊，你学不到东西的、啊。你看《了凡四训》里面讲：“一毫寄于，一毫将盈啊，皆当斩绝之矣啊。”哎。这个才是实学呀、啊，实学是心地功夫啊。哦，承德呢，很想清净老和尚啊，我发了这个心呢、啊，啊，我没有每天在那里想，哎，但是就是照老和尚的教诲啊，尽量用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哎，结果。刚好因缘就接到啊，可以跟着他老人家做点事啊。哎，这个都不是刻意去强求。哦，而且啊，我也听到啊一些
年轻的同修啊，他们以前有听我讲过群书制药课程，哎，后来啊工作了，哎，又重听他们之前上过的课啊，他说：“哎呦，这个跟以前听啊不一样啊，以前听好像就划过去了，现在听啊，他在工作了，有很多静缘的锻炼呢。”啊，对这群书之下的句子体会更深了。啊，所以可不能只是听课啊，啊，不去行啊，解行要相应啊，才能提升呢。学而优则仕啊，你学了那么多道理了，要去用啊。当然了，你在工作当中不要忘了听经哦。事而优则学啊，那个优就是你一有空，赶紧播经机打开来了，啊，要听老和尚教，啊，因为你一听教诲啊，你的心就随着这个教诲调整到正念上面来了，啊，甚至于就，哎，你今天所发生的事，哎，就在听的过程。跟经典相结合起来，好好总结总结，那就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了。哦，所以这个。真正发愿求生净土，这个是菩提心啊。怎么修呢？就是专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决定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像大势至菩萨所说的净念相继。这个不怀疑、不夹杂，这个念才清净啊！啊，不间断呢、啊，就是相继一念一弥陀啊，念念相串即是佛啊，这个是相继了、一句佛号贯彻始终，这就成功了。印光大师啊，是我们晋宗啊最近一代的祖师啊，传说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我们仔细想想，他一生的行持，真的很像大势至菩萨啊。他老人家亲自写了一幅啊《大势至菩萨圆通章》经文。常常看看，常常念念。我们看到他老人家写那个字啊，就看到他的真心啊，一笔一画那么认真、恭敬。啊，学圣教啊，要亲近心，要真诚心，要恭敬心才学得进去。啊，那一个人的真诚恭敬啊，是不是啊？我要听经了，来，恭敬恭敬啊，马上恭敬心就起来了。要平常就是这样的心啊，对人对事对物，真诚恭敬亲近，亲近心呢，一无所求。我们这个付出啊，不能有求的心菩萨若着相布施啊，即不明菩萨了所以你有求的心就不清净了而且众生与我们是一体呀。一体呀、不能谈条件的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这一章经文呢，就是净宗的心经。哦，不但是净宗的心经呢，老和尚也曾说过，它是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49年所说的心经。那老和尚这么讲啊，很有道理啊，呼应善导大师说的。如来所以心出世，唯说弥陀本愿海啊！那你看本愿海再浓缩成244个字啊！那这个是大乘经的心经了那所以真正不可思议喽。那般若心经呢？那是般若部的心经大般若经讲了22年了，浓缩成260个字啊。不是整个大藏经的心经，所以净宗的心经等于是大藏经的心经，也可以说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所说一切法门的心经。印祖亲笔所写的《圆通章》的原本，也在我们道场。这因缘非常的稀有，希望同修们多多读诵，依教奉行这一部《圆通章对于修行的要领给我们指导的非常具体念佛要兜摄六根，净念相继。尤其他老人家还很慈悲，教得很具体十念法，可以三三四，可以五五，十句一个循环，嘴巴念得清楚，心里念得清楚，耳朵呢听得清楚，因为我们这个世间呢，耳根利。这个眼睛只能看前面后面看不到，甚至前面有个东西挡着了，你也不能看了。可是呢，耳听八方隔墙还有耳所以耳根很利是我们娑婆界的特点。当我们耳朵很专注的时候其他的五根就容易收摄回来。我们自己去感觉感觉，你听你自己的音声，听得很清楚这个意念也不会乱跑。所以，兜摄六根呢，净念相继，而且不假方便，不用再借其他的方法修行，智得心开就可以念到明心见性我们很幸运遇到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演20岁，老师教他念阿弥陀佛，他老实听话，真干，有很高的成就，他不识字哦，你看这一句佛号念到底常常见到阿弥陀佛。他请阿弥陀佛带他走阿弥陀佛说：“你修得很好，还要继续表法活到112岁一点病都没有，112岁上寿摘柿子我现在上寿都有点困难他老人家112岁还自己缝僧袍自己穿针引线哇！你看这个念佛这么殊胜所以老和尚慈悲，你看推闲工净宗14种，这个身战身表演到
淋漓尽致啊！我们要老和尚在大手笔表演佛法给我们看啊，我们要会看呐、啊。内行人看门道啊，多为了末法的众生着想，让众生能深信这个法门之殊胜。好，所以这个啊，这个道场啊。哎，真的，啊，也能拿到啊，印祖的这个亲笔写的《念佛圆通章》，真的要把它挂起来。哦，而《无量寿经》里面都提到了，大势至菩萨跟观音菩萨都在我们娑婆界啊，今于此界摄念佛人归于净土啊。啊，那我们看。印光祖师是怎么摄受我们的啊？给我们提的最多的教诲，就是最重要的摄受了。啊，师长老人家怕我们漏掉了，啊，曾经在台北特别以这16个字啊来开示，啊，敦伦敬分，贤邪纯诚。信愿念佛，信愿就是菩提心哦，啊，念佛就是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求生净土，啊，他老人家又怕我们这16个字不够重视啊，又加了几句话啊，敦伦敬分是大道，贤邪纯诚是大德啊。所以修道到哪里修啊？没有离开五伦关系修啊！啊，贤邪纯诚展现出一个人的德，他心不离真诚，不离真心，忘失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也啊！啊，所以心不能离了真诚慈悲啊！不能离了清净平等觉啊，这样才有大德啊！啊，信愿念佛是大行啊！这个修持方法是无上生妙禅啊，大行啊！啊，求生净土是大果啊！啊，往生呢就是圆满菩提了，当生成佛了。那我们看呢，要从敦伦敬分下手那在五伦当中呢，养不教，父之过啊；教不严，师之惰啊。我们当父母的，把下一代教好啊。印光祖师说：“最大的功德，到哪里去积功累德啊？没有离开本分啊！哎，在家人很大的罪过是什么？你没把你孩子教好啊，他会伤害很多人所以教好下一代重要。”可是呢，你要教好下一代呀，一定不能忘了老和尚说到了，家庭教育是根本，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根在哪？家庭教育。可是现在麻烦了，我们当父母的人。没有重视老和尚这段话，他觉得怎样把我的孩子教好？我找到一个老师，我找到一个学校，我就万事 OK 了。你忘了根本啊！啊，孩子才8岁，才10岁，哇，一进去2个月见不到，2个月见一次面，1个月见一次面。我们教育孩子啊，谁是主啊？主办要圆融啊，谁是主？孩子是主啊。
你要了解他的状态啊，知其心呐。我们这个做好事啊，但是执着了、强势了，都不能体恤孩子的心情。这样的孩子我见过不少啊，内心都产生阴影。他不理解为什么父母老是这么做，他只产生了是不是父母不爱我了？哎，一个人父子有亲有障碍了，他心理不健康啊。哦，所以啊，当父母的、当老师的啊，要体恤孩子的心理状态啊。而且你哪怕是办学校啊，你那个校规不能死板呢。哎，我们今天晚10分钟左右开始啊，所以现在时间还没到啊。啊，大家不要说，哎呀，怎么还不下课了？10点半了啊！哦，那你假如有这个心念呢，啊，哦，那代表我讲得太差了啊！你一直在等呢，啊，赶快下课了啊！啊，哦，这还是我的问题啊，哦！但是还是要告诉大家一下啊，哦，我们今天晚10分钟啊，哦。今天你一个规矩呀，啊。该开源不开源也是犯戒呀，开遮吃饭呐。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你的戒律跟规矩是人定出来，人来用的，人产生执着了就不知变通了，你就一刀切。哎，你的学生有8岁的呢，有16岁的。心理状况会一样吗？家庭状况会一样吗？你说不行啦，那个8岁的爸爸妈妈留下来了，人家那16岁的看了，人家会伤心呐。哎，那8岁的心理跟16岁能一样吗？哦，而且你在开源的时候，就是在彰显体恤每个孩子的状况。啊，你可以跟16岁的讲啊，那16岁的不就懂得去体恤8岁的孩子了？啊，说实在的，你也不要着在16岁的相。啊，我也见过啊，20几岁的孩子讲话的声音都跟小朋友一样，为什么？因为他在很小的时候没有得到爱，足够的爱。他停留在那里了，甚至于是什么？他在很小的时候被吓过了，他那个产生的恐惧啊，父母老师没有体恤到，他就停在那个年龄。我见过不止一个哦，为什么惊吓？曾经跟同学啊溺水，他幸运了，捡回一条命啊。可是他亲眼看到他的同学死掉了。我们自己想象一下，那么小的孩子看到这样情境，他心里有没有震动、恐这个阴影啊？化不开，你以为他年龄在增长，身体在变大了，他那么严重的恐惧没有化掉，我们说恐伤肾的，我们也见过啊，教的老师凶得不得了，打的那个屁股都流血了，把孩子都吓着了。那孩子现在20多岁了，讲话就真的跟小朋友的语调一样。哎呀，阿弥陀佛啊，如何直指色身德啊？哪有这样教小孩的啊？哦，所以大家
要会判断啊，不要说哦，这个某某老师跟过老和尚了，他讲的你就不会判断了，这个都愚痴了，依法不依人啊。而且跟过老和尚有没有依照老和尚的教导做，这个我们都要判断了，不能着相啊，不能激动啊，都要照老和尚教导，都要照礼记学记的原则。哎，这个我们现在台面上的老师都不是从小学的啊。一个慢性一起来，以前做人做事的习惯都现前了。哦，所以我们现在当父母啊，这个当老师、当领导，我们都是成年才学的啊，不能别人一尊重了，我们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对了。啊，团体当中。要尊师重道啊，因为我们是弘法的团体但是大家要注意哦，比方说我是教学的，我起个念头，你们要尊师重道啊，请问我的心念有没有在道中？尊重不是要来的，尊重是什么？你做到让人家自然产生一种恭敬的态度，所以大家学了法，心态不对啊，都会用错哦。啊，忠恕之道，哎，我是教学的人，我严以律己，啊，宽以待人，严以律己啊，我做自己做得还不够好，宽以待人。哎，人家不尊重我，是我做的不够好，你就很能够包容别人啊。啊，再来，我们想一想，以前弘法的团体呀，这条件不一样了，我们得客观看待呀。以前弘法的人是护，以前护法的人是弘法退休下来的，他懂啊，所以你看老和尚。晚年办英国汉学院，请那些老师啊，老和尚都是亲自请啊。听说老师要来了，都站在门口等啊，送都送到电梯口啊。这些老师都比老和尚年龄轻很多啊，哦。都被老和尚感动的流眼泪呀、啊！哇了，老和尚那么尊师重道啊，我们不认真教不行啊。可是老和尚是弘法一生啊，现在护法的人，他也不一定弘过法、啊。哦，所以我们也要客观来对待现在的状况啊。哦，那你说我在团体里面呢？哎，我感觉领导同事啊不够尊重老师，怎么办？我来带动啊，我来尊重老师啊，顺在雷泽啊，大顺到了雷泽这个地方都互相争夺啊，顺怎么做？他主动去礼让。哎，就改善这个地方的风气了。哦，哎，或者，哎，我自己做得很好，哇，那个护法，看，很欢喜呀，哇，你工作这么认真呢，啊，哎，结果你说，我都是听老师教导的，哎，你看这个护法对老师自然越来越恭敬啦，所以我们怎么让？这个时代的人跟后世的人尊重老和尚啊，
啊，我们常常在那里，哎呀，怎么这么不尊重老和尚啊？不能怪别人啊，我们自己是老和尚弟子做得不好啊，难怪人家会误会呀。啊，我们自己现在好好做，啊，在单位里面做榜样啊，人家一问，哇，你修养很好啊，你跟谁学的？啊，上敬下恭老和尚啊，人家一听就尊重啦。啊，所以在五轮当中啊，别人对不对不是最重要的，我自己要先做对啊。从哪里对？从念头做开始，要关照到，不要控制要求，不要形成对立，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放下对立的念头。哦，而可能我们教学的人啊，别人没有够尊重我们，很可能我们还有不足的地方。哎，自己要反思哦，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认同谅解，回过头来反省自己。而我们今天要护持一个老师，你感他的恩。可是老师也还不是圣人啊，你也要护老师的法哦，你不能跟老师搞情执了啊！你一认同老师了，他什么都对，人家提意见的什么都错，那这个又变成偏了。哦，所以对领导、对老师、对父母啊。也都要护念哦，尽失尽忠，退失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哦。我们这个年代是很特别的哦，你当父母、当老师、当领导，也都不是从小学的啦。哎，好，所以这个伦常当中啊，我们还是要客观对待，然后要用对自己的心。好，理解东西呀、啊，都不能出现偏颇，啊、哦，所以人要多听劝的、啊，不然自己理解偏了，又觉得自己很对呀、啊，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啊、哦，比方说解形相应，解是听经闻法，形是什么？形是把听的道理。落实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在他的工作里面哦，不是大量的让他去干活劳动哦，这个行不能解错了哦。而且实在讲啊，行为什么解错了？很可能啊，当事人啊。看这个学很多、听很多的人啊，很懒惰，不干活，他又产生了一个强烈的不认同啊，所以他在解东西啊，也会有偏。所以啊，守好自己的心念啊，比什么都重要啊，不然我们好心啊，可是心一偏呢、啊，这个做法上都会出现偏差。啊，是他在本职工作里面去解形相应去落实，啊，还有体力时间呢，哎，可以做一些劳动，哎，你不能，他的工作已经很多了，你要让他大量活动、劳动，啊，他整个身心扛不住了，啊，那这个我们就没有体恤到下属。军人城中啊，这个伦常，这个仁慈要展现在时时能体恤底下的人哦，那今天啊，时间已经
过了啊，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